我们是励志组合，我是即使受伤也要坚持学赛车的铁豆，我是就算独角也想学习赛车的独角潘。就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潘老师他是在一场车祸当中失去了右腿之后呢，又坚持完成了全马以及大铁人三项，穿越雪原就完成各种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就是更新您很久了，潘老师。哎，哪里哪里，我觉得跟你学习赛车开心最重要。我不知道能不能开，就是今天如果能开就是一个奇迹。我其实自己也很好奇，就是我也想试试，所以让我们开始吧。不，关键是我那个假肢正好在踩油门的那个位置卡住了。对，它卡在这里，它这里缺了一个关节嘛，它没有这个动作。对，就是说我们正常踩油门其实是用脚踝去踩的。有没有什么工具？木棍、扫把。然后呢，我拿胶带粘上去，我想试试。然后你直接用我用怼这个油门。对对，用棍子去怼。我想试试看。这样按可以吗？应该可以吧，它有个触点就行了。放下。哎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只找到了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。我害怕弄疼你。我试一下。咱给这个头一块包上行吗？可以。可以。可以的。那您做好准备的话，我们就戴头盔穿装备，然后我觉得准备好了。如果今天这件事情能做成，我就要告诉所有人千万不要放弃，只要你想做这件事情就能成。我真的启动了呀。启动启动，我准备好了。好，开始吗？真的很感动，我靠！